像这种缝隙太大的话，看不住可以加焊丝形成第一个焊点，这样形成一个焊点之后，顺着这个焊点的尾部往下拖着走。看一下这就焊完后的效果。冷焊接熔焊丝时候，钨针要放到焊丝正前方一毫米的距离，这样就形成焊点，顺着这个焊点的尾部往下走，每一下都要放到焊丝正前方，如果说打到它正上方的话，这样就会起球，融化不了这个焊丝。如果在焊的时候像这种缝隙偏大，如果第一枪焊不住的话，就像这样，如果第一枪焊不住可以选择粘一下针，这样就形成一个焊点，在这个焊点的尾部再开一枪，顺着这个焊点的尾部往下焊，焊完后就是这种效果。今天来焊一个不锈钢的外角、平角还有内角，再来焊一个外角，这是外角的效果。接下来平焊，平焊的效果。接下来焊内角，这是内角的效果。这是物质伸出来反了，大家再来。
冷焊接熔焊丝时候，钨针一定要放到焊丝正前方一毫米的距离。放到前方就能融化得了焊丝，如果说打到它正上方的话，这样就会起球，融化不了这个焊丝。像这种一直焊焊不住的话，第一个点可以选择摘一下针，这样形成一个焊点，顺着这个焊点的尾部往下走。看一下这个就焊完后的效果。